三号强风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嘅。喺午夜十二时，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喺香港嘅西南，大约37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移向雷州半岛一带嘅。虽然韦柏逐渐远离香港，本港依然系普遍受到强风嘅影响，离岸海域同埋高地初时间中吹烈风嘅。三号强风信号将会维持一段时间。市民在星期四朝早外出的时候，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。同韦柏相关的雨带仍然会在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，海面会有涌浪和大浪，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，并且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。至于星期四的天气预测，会是吹偏东的强风，初时离岸吹烈风，渐转吹东南风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，初時海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的。展望在跟住嗰幾日依然會有驟雨影響住我哋㗎。